Thank you.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E B M S A I 学习频道。诶，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，我觉得哦，真的是强到有点离谱的更新。如果你也常常被那种四散各处的资料搞得一个头两个大，那相信我，接下来的内容绝对会让你眼睛一亮，甚至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你处理资讯的方式。来，先问问大家，你是不是有过这种经验？就是那些重要的资讯啊，总是东一块西一块的，散的到处都是。 可能是会议记录、网络上抓的文章，或是好几份不同的研究报告。然后呢，要把这些东西手动整理成一个有用的格式。哎，光用想的就觉得心好累，对不对？不过有好消息啦，其实有价值的资讯本来就很少是整整齐齐的。但重点是我们现在有更好的工具可以来驯服它。 没错，Google 的 Notebook L M 最近就推出了一个可以说是杀手级的更新，完完全全就是为了解决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痛点。好，那这次更新的核心是什么呢？嗯，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资料表组合拳。你没听错，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功能哦，而是一整套完整的流程。 它的目标非常非常明确，就是要无缝地接起读取资料跟产出成果中间那道鸿沟。那这套作合全呢，主要有三个部分。首先，第一个，它在 Studio Panel 里面新增了一个全新的资料表功能，这个功能可以让你一键抓取关键资料，然后输入、e、一下，自动生成表格。再来第二个，你可以很轻松地把你做好的笔记或学习指南汇出到 Google Docs。 最后第三点，也是我觉得最关键的，就是当你的内容里面有表格的时候，它可以直接汇出到 Google Sheets。这样一来，后续要编辑、要分享都超级方便。简单来说，它就是一个从输入到输出的完整解决方案，帮你全部搞定。OK，理论讲完了，我们直接来看实战吧。这项新功能到底有多强？来，我们直接用六个最常见的应用场景，让你一次看懂它的威力到底在哪里。 第一个场景，我相信绝对是所有上班族的福音。开会，你想象一下哦，你把那一长串乱糟糟的会议语音逐字稿，就这样直接丢进 NoobLM，然后呢，你只要下一个超简单的指令，它就能立刻帮你生出像画面上你看到的这种待办事项表。但真正厉害的地方来咯，它不只是单纯列出待办事项而已，它竟然还能从对话里面自动识别出，哎。 这件事是谁要负责的，甚至还能帮你判断出任务的优先级。你看，所有任务是不是就一目了然了？这省下的可不只是你整理会议记录的时间而已，更重要的是大大降低了整个团队的沟通成本呢、啊。好，来看第二个应用：市场分析。比如说，当你需要研究竞争对手的时候，你可以把你所有收集到的对手资料，像是他们的价格啊、产品策略，还有用户评价这些。 全部都喂给 Notebook L M，然后呢，它就能帮你产出像画面中这样的竞品比较表。你看对手是谁，定价策略是什么，核心战术是什么，所有关键的资讯都被整整齐齐的并列在一起。有了这个，当你在制定自己策略的时候，就能有一个最清晰的比较基础。 再来，对于学生还有研究人员来说，这绝对是一个超强大的工具。你想想看，当你在读一大堆论文，需要统合不同研究的成果时，哇，这个功能就真的派上用场了。你可以直接要求他从好几篇论文里面帮你抓出关键的数据。 比方说，研究的年份、样本数，还有最重要的统计结果，然后自动整理成这样一张清清楚楚的表格。以前呐、啊，光是手动整理这些文献回顾，可能就要花掉你好几个小时，但现在呢，几秒钟就搞定。这样你就可以把宝贵的时间专注在真正重要的分析跟洞察上面。第四个应用就是帮助我们高效学习，特别是准备考试的时候。 你可以把课本的章节、上课的讲义、你自己的笔记全部都放进去，然后让 Notebook LM 帮你建立一个结构化的学习指南，就像画面上这个历史事件的学习笔记一样，它能自动帮你按照时间轴、关键人物，还有历史影响，把所有的知识点整理的井井有条。这已经不只是笔记了，它更像是一张知识地图，可以让你用最高效的方式，在脑中建立起非常清晰的脉络。 而且你不要以为这个功能只能用在工作和学习上哦，其实拿来做生活规划也完全没问题。举例来说，你想规划一趟梦想中的假期，就可以把不同目的地的资料都丢进去，帮你比较景点最适合的旅游季节，还有预估花费。或者买东西之前要做功课，也可以用它来比较不同产品的功能啊、价格啊，真的都非常方便。 最后，也是我个人觉得最关键的一点，就是它创造了一个无缝的工作流程。前面我们提到的所有表格和笔记，全部都可以一键汇出到 Google Docs 或是 Sheets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你的整个工作流程，从一开始的研究、分析、整理，到最后产出报告或试算表，全部都在同一个生态系里面完成，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。这个效率真的是高到没话说。 OK，看完了这么多实用的功能应用，我们现在要把眼光放远一点，来看看这背后代表的一个更深层的趋势。这次的更新啊，它真的不只是工具的升级而已，它更标志着我们跟 AI 之间的协作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纪元。怎么说呢？你想想看，过去我们把 AI 当成什么？一个很聪明的资讯提供者，对吧？我们问问题，它给我们答案。 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，AI 正在进化成为我们的行动协作者。它不再只是被动的回答你，而是会主动的跳出来，帮你组织、统合，并且创造出可以直接拿来执行的成果。所以，这一切的关键点其实就是这句话：缩短从原始资料到最终决策的距离。 AI 现在扮演的角色，就是帮助我们这些知识工作者，用最快的速度把一堆混乱的原始数据，转化成清晰、可以马上执行的洞察跟决策。这不只是进步，这根本是一种效率上的大跃升。好的，来，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今天的重点。第一，我们解析了 Notebook LM 的三大核心更新，也就是资料表生成、文件汇出，还有试算表汇出。 第二，我们实际看了六个超强的应用场景，从开会、做研究到生活规划，可以说是无所包办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我们看到了 AI 正在转变为我们的行动协作者这个大趋势。好的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。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及分享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